作为一个巨星呢，其实我真的很少跟别的明星合影，因为这种行为特别的 out。 但是呢，有这样一个人，我不光跟他合影，我还追踪他全球的巡回演唱会，每一站我都去了。为什么？因为我要报复他，因为他当初有一个对我的承诺没有兑现。这个人今天我又重新把他请到了节目里面来，他就是我的老朋友，美国巨星，摇滚巨星 Adam Lambert。Your jacket style again, such good style. Yeah, yeah. 每次他都喜欢我的外套 Yeah, and Damon. Yeah, and the feather duster here. We can clean the set with that, you know. 他说什么？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对吧？算了算了。哦，那好吧。非常非常的欢迎 Adam 再次做客我们的今晚八零后脱口秀。哎呀，真的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真的对你们粉丝非常好？而且我们对 Adam 也非常好，是不是？跟他说让他好好感谢感谢我们节目。He's saying we've been really good to you and your fans here. So do you want to show your appreciation just a little bit? I love you guys!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That was fun. 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大家也都见证了。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送了一件唐装，摇滚唐装给 Adam，对吧？而且你说你很喜欢那件衣服。I did like it. Yeah, I still do. Really? 一直很喜欢。那其实你知道这半年来吧，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穿。然后我就跟着去你了，全球的所有的演唱会我都去了。No. I mean, it's such a nice gift. I wanted to save it and keep it, you know. 你看，我就说多聪明。It's hanging on my wall, you know. 对，礼物要拿来
珍藏。我们先看一下证据，好吧？来，大屏幕。Okay,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big screen. Australia, there you are. Yeah. 下一张。哎。South Africa. 下一张 ，Next. American. You look great in that. I like that you're wearing the same jacket. You know, it's good. It's good. 你有发觉我的现在表情非常失望吗？你真的不穿，你就珍藏啊！这个太客套话了。You know what? I wear it at home all the time. Oh, 他在家里穿，他在家里一直穿。And you know what? It's all I wear, just the jacket. I don't believe you. You should believe it. 我不相信。No, I don't believe it. 那么，既然我们当当也这样说了。那就算了吧，好吧。但是呢，你发觉没发觉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国的粉丝啊，很多粉丝跟你合照 take picture 的时候，都喜欢抱你的腰。Yeah, I think it's fun. Yeah, I like to get, I like to get cuddly with my fans, you know. 对啊，他很喜欢。知道为什么吗 ？Because they want to touch me, right? And I want to touch them. 是因为你个子太高了啊。True.Isn't that nice? Yes. Yeah. I like it. 我们经常说明星也是老百姓，对不对？巨星也有自己特别喜欢做的。We heard that you love shopping. Too much. Too much? Yeah, I like it too much. So how about you only have, say, I don't know, $300? You only can pick one thing. What would you go for? It's too little. So if I had $300, I'd probably buy an accessory. 300块钱买什么戒指呢？没有，我的意思说就再加一点嘛。打普七浦路你也去啊？I'll go to Cheap Road. It's actually Cheap Pool in Chinese because it sounds so like cheap. Seven Pool. Okay. 好，那今天除了要讲笑话之外呢，我们还要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们决定再送一个礼物给你。然后我们也不指望你拿着它去演唱会了，你就好好的把它珍藏在家里，当你穿那件唐装的时候就玩一玩就可以了。Maybe I will.哦，那这次有可能到处带着走哦。No, you won't. 来，我们把礼物拿上来。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 You see what that is? Cool. 你看这个花的形状像一颗心。我觉着吧，这个花呢，应该由王自健来献给 Adam， 而且要单膝跪一下。不，但他个子已经那么高了，我单膝跪地。好，你要跟他解释一下吗？还是突然就吓唬他一下？随你。What are they saying? What are we saying? What's going on? Thank you, sir. 谢谢。Thank you. This is beautiful. It's a rock heart. Rock. Rock heart. Rock. Rock and roll heart.好，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代表我们所有中国粉丝的心愿，也是我们今晚八零后的心愿，希望 Adam 能够珍藏这颗摇滚之心，无论何时都把摇滚进行到底，好不好 ？Thank you。好，再次谢谢我们的 Adam Lambert， 稍后继续我们的今晚八零后脱口秀，谢谢大家。谢谢 ，Thank you Adam， thanks。我们刚才一直说了那么多的 in 和 out， 实际上呢。现在在中国已经红遍大江南北的一种节目形式叫做歌唱选秀节目，也是分 in 和 out 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 out 的，那么 in 呢，就是接下来马上就要播出的《中国梦之声》。其实这个节目的形式可能对于各位观众来讲都不是特别陌生，我们之前几年看到的所有啊，也不是所几乎吧，几乎所有的选秀节目都是用这个模式，也就是世界真人秀之王 American Idol 美国偶像的模式做出来的。而我们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是第一个把 American Idol 的版权和模式购买回来进行制作的一个机构，而且推出了这样一个重磅的节目，叫做《中国梦之声》。你说我们这个钱是不是花的有一点冤啊？就为什么要买这个版权？那当然是为了态度和品质。不过
说到态度呢，这回我们中国梦之声的试音阶段里面呢，真的是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态度的选手。这个选手完全无惧评委，开始给评委上课。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老师好，我叫蹦蹦，然后刘罗丸，我专门给人制造浪漫和教人谈恋爱。哎，你多大呀？19岁。19岁教别人恋爱？没错。哇，上帝啊！唱完歌给我一个电话。假如啊，我真的看上黄晓明了，我早就发现了。那你该帮我做什么？我觉得我应该先去试着了解你，也去试着了解他。一个人的微博50条，基本上我就可以搞清楚他的业余爱好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尝试去正中他的下怀。我需要付给你多少钱一次？如果是恋爱技巧提高的话，跟我聊是按照小时收费的。哦，就这样就计费了是吗？这个选手实在，我说点什么好，你就是传说中的那种人，叫神仙难救，你知道吧？你居然教韩红老师去追黄晓明，你就不想一下万一真成功了可怎么办？大家记得吗？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啊，自从一个飙海豚音而一鸣惊人之后，全中国的选秀节目就都开始有选手过来飙海豚音。那么我们中国梦之声这样重磅的一个歌唱类选秀节目，怎么可能没有这样的人呢？只不过这个选手他来飙的，反正他出的这个声音，应该是一种已经濒临灭绝的海豚吧。小眼神。1 2 3。我们中国梦之声呢，其实也有关系户选手，他就是黄晓明的弟弟。憋死了吧？今晚我叫吴强，来自于湖南道州，今年22岁，我的高音在这个世界上比任何人都高。晓不晓得我是谁啊？你摊上大事儿。心感动更比一切前面都有海豚音的后面，直接给我一个把世界全部灭掉的高音，走起来。死了吧！他整个头都是红色的。当然了，你爆血管。你慢一点，你慢一点，你这样这个血管很危险，对身体特别不好。兄弟，这个生命重要啊。李文真的是人很好，长得也好，教的也好，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位选手，你用这种方法唱3天3夜呢，你是无法在中国梦之声里面晋级的。但是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如果你坚持用这个方法唱上3天3夜，你可以在中国达人秀里晋级。那在以往这么多的选秀节目里面，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什么？是什么？对了，就是那些关系户选手啊，托各种关系进来的。那么我们中国梦之声呢，其实也有关系户选手，但是我们是中国最顶级的歌唱类选秀真人秀节目，我们来了关系户，我们也很坦荡，我们明告诉大家这个关系户是谁，他就是黄晓明的弟弟。我要为你挡风遮住雨，再难的路再我很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为你挡风遮雨。那么到底这4个人谁才真的是黄晓明有血缘关系的亲表弟呢？
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发送你的答案，编辑一条微博，并且艾特今晚八零后脱口秀。那么截止时间呢，就是当一会儿中国梦之声播出的时候，它出现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内只要你答对了，就能获得去多多送出的抱枕一个。但是如果答对的人特别多呢，我们礼物又不是那么够，我们就我们抽奖，抽出十个幸运观众获得趣多多的抱枕。好，这里是今晚八零后脱口秀，本节目是由趣多多一定吃到豆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如果你们不换台继续收看我们东方卫视重磅推出的中国梦之声的话，相信你们这一夜将会过得更加愉快。谢谢大家。